瑞祥旅店的老板陈江年，代号飞龙，曾加入汪伪76号特工组织，在特勤组为日本人办事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之后，又参加了敌特的侦捕组。这些年来，他多次化名，手中不知道沾染了多少革命志士的鲜血。解放后，他受敌特组织的命令，隐居宁州，以商人身份长期潜伏。殷岩死后，敌特组织一直就没有动静。这些天，我们安插在宁州的线人，发现了几个行踪可疑的人。他们先后出现在瑞祥旅店，所以我猜想，飞龙被秘密启用，就是要顶鹰眼的缺，而瑞祥旅店，就是特务组织在宁州建立的新的联络点。如此看来，包卫明夫妇说的都是真话。是的，通过对他们的监听来看，飞龙就是他们要联系的上线，也应该是敌特组织在宁州的负责人，所以我申请带队突袭瑞祥旅店，将飞龙等人一网打尽。我反对。如果我们想要钓到大鱼的话，真正的诱饵并不是飞龙，而是包卫明。请注意，鹰眼死后，敌特再没有发出过一份与子密相关的电报。这说明，敌特唤醒包卫明，很有可能就是看中他发报员的身份，要他接替鹰眼，继续揭发子密的电报。飞龙虽然是他们的上司，但我怀疑，他很有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子密。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飞龙接触过子密，那么敌特唤醒包卫明的意义何在呢？所以要将飞龙一网打尽，我们无非就是抓到几个潜伏多年的老特务，对于破获子密毫无价值。说说你的想法。答应廖野军的条件反而对我们更有利。你什么意思？按照廖野军所述，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飞龙，互相都不认识，双方只是知道对方的名字。现在飞龙还在等他们，5天之内在瑞祥旅店报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2天1夜的时间，再造出一个廖月军和包卫明来。你的意思是？派我们的人去卧底。我知道这个想法很冒险，但我认为这是我们接近子密最有利的时机。这个想法太大胆，如果能够实施的话，你有合适的人选推荐？有。谁？荣金珍。郑瘸子，你疯了！我很清醒。
真是官员斋，必须的呀！新鲜吗？刚拿进来的，你怎么弄的？得有办法。这你就甭管了啊！我呢，有个特殊的渠道，你注意保密。放心吧，等会儿能吃到广元斋的点心，您那小女神够有口福的呀！你也注意保密啊！知道了。 敬你一杯，为表示我对你的感激之情。感激我什么？感激你替我向刘部长求情。正当知道，我今天还可以留在701，是因为。 刘部长把我保下来了，我一直装糊涂，不是因为我贪图处长这个职位，而是子密没破，我没脸走。有件事情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告诉我，为什么刘部长姓刘，你姓雷？ 我爸爸在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，曾经用过九个化名，刘牧是他最后一个化名，他想纪念一下。谢谢你帮我，今天请你来，主要是想请你再帮我一回，让荣金针去做卧底。是。 在禁闭室里，我一直在怀念安能。安能的牺牲，我有责任。如果当时我没有让他那么照顾荣金珍，如果我没有让他去通知荣校长的死讯，也许荣金珍那天就不会上车，也许就不会影响。 接受电子管的任务，也许他就不会牺牲。但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？701里的哪一个人没有留过遗书？为了破译子密。 我只能这么办，没得选择。陈刚，你就是条狼，有头脑，有爪子。 当烈士也是要有条件的。荣金珍他不是狼，他只是只羊，他只会吃草。你让他去做卧底，是羊入虎口，我的职责。
就是要把荣金针这只羊变成一条狼，听我的，让荣金针假扮包卫明，而且这次任务要以他为主，翟丽身手好，反应快，让他假扮廖月军，他的任务是负责保护荣金针的安全。你这个想法太荒唐！我是经过理智思考的，目前荣金针是最有可能破译紫密的人，让他去做卧底，就是给他创造了一个第一时间接触紫密的机会。就凭这一点，他就应该去做卧底。雷霆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们两个还要接受紧急培训。我恳请你，再帮我一次。等久了吧？你看懂了？我可是破译出的，还能连个摩斯码都看不懂啊？对对对，你那么聪明。不是我聪明，是你傻。用摩斯码留纸条，701几个人看不懂啊？万一让别人看见了呢？哦，对对对。找我有事儿？也没什么事儿。就是，我听说你喜欢吃果林斋的点心，我就突然买了一盒。广元斋的，你怎么买到的？就是托人买的呗。真厉害。你喜欢啊？那我以后还托人买。得了吧，这东西可贵了，你一个月就那么点津贴，买几盒不就都花光了？不就是津贴吗？我又不用养家糊口，能买几盒买几盒呗。给。这是什么？密码本，我自己编的。以后你要是给我留纸条，就用这个。9251-4157-8669。9251-4157，多谢。我跟荣金真去卧底？是。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这是命令。你的任务就是要尽快进入角色，熟悉一切有关廖月军和包卫明的情况，以便在卧底行动中更好的配合荣金针。我配合他？雷楚，组织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人选？我没办法跟荣金针假扮夫妻。我再重复一遍，这是命令。那我自己去卧底行不行？我觉得带上荣金针暴露的可能性更大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包卫明干脆不要出现？比如说他突然有事儿出差了去不了，或者他早就死了，廖月军守寡多年。没有这种可能。坐下。迪特之所以唤醒这对夫妻，主要是因为包卫明是发报员，如果廖月军一个人去，根本接触不到紫密，所以你必须和荣金针以夫妻的名义一起出现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不会演戏，更不会演夫妻，演老婆的还是翟丽，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不了的。你还是换人吧。
我求你了。坐下。蒋维安能报仇吗？想，想破译子密吗？想，很好。这次派你去做卧底，就是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接触到子密的密码。可是我一见到翟丽我就怕。这很好。那个包伟明也怕老婆。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会帮你。人靠衣裳，马靠鞍，这穿上我们俩的衣服，还真是挺像。不过，就是年轻了点儿。要不，我剃个假胡子。这是我连夜写的我们俩的简历，你们俩仔细看看。这是我们俩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是我们俩刚认识照的，他那会儿呆吧？那会儿我挺瞧不上他的，这晚上我让他睡地板，白天呢，我们俩还得假装两口子。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从地板睡到了床上，我们就真的成了夫妻了。你女儿真漂亮，都三岁了。拿着，干嘛呀？打针啊。为什么要打针？我有糖尿病。你有糖尿病？我有糖尿病。要学我，得先学打针。那是生理盐水，你先拿它练练手。这是课程的一部分。要不，我们到里屋去打吧。这里有女同志，不方便。就在这儿。志在不太方便，振党，
你不觉得他们扮夫妻，你得单独给荣金珍加点课吗？ 第一针我帮你打，你做得很不错。 我想问问你，关于夫妻生活的常识，你了解多少？什么是夫妻生活？这本书，你抓紧时间把它看完。生理卫生常识，生理卫生常识跟夫妻生活有什么关系？ 教你一个绝招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可以用。你过来。记住了。可是我还是不明白。有些知识不需要明白，死记硬背就可以。 老婆，今天这茄子做的怎么样？我老婆平时啊，最爱吃我烧的茄子。味儿淡了点儿。啊，淡了吗？嗯，是有点淡。我可能是考虑到他们的口味。没事，我再去回个锅。 这才是平时的味儿。关键是你要尝尝我这道主菜，红烧肉。嗯，今天的肉不错。不错啊，不错，你多吃点。来，哎，你们也别愣着呀，你们也吃啊。 干嘛呀？给我夹菜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有筷子吗？我是你老婆。
这肉我不吃，你自己吃，夏总。我也不吃，太肥了。 快疯了！真的，你觉得容基真能演好丈夫？耐心一点。你这不是吃的挺好的吗？把这块也吃了。 真当这样不行？别急，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。荣金真是个简单的人，你看，他现在已经学会给翟丽夹菜了。只要他相信翟丽是他的老婆，我认为他很快就能够进入我们设定的轨道。 准备好了，重复一遍命令。卧底期间，随机应变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掩护荣金真同志接近子命。一旦发生意外，如何应对？危机时刻牺牲自我，绝对保证荣金真同志的安全。 这是你们家新的户口本，周克同志会带你们去成都的。你的女儿已经在那儿等你们了，工作和住房也为你们安排好了。我们还联系了成都糖尿病方面的专家，为你会诊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感谢政府。 感谢政府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做噩梦了。要相信党，相信政府，我也要感谢你们，配合了我的工作。雷处长吧，我多句嘴啊，你说，你们那位男同志虽然长得帅。 但是好像这里不太灵活，他是去做卧底，干的是刀尖上舔血的事，请你们慎重考虑。放心，再见。
在这住了6年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还是走了好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不再是鬼，我们就可以变成人了，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。 我死死地记住一点，出了门以后，翟丽就是你的妻子。郑署长，您的意思是，以后翟丽就是我的媳妇儿了？是。那我有一个要求。说。这个。 我答应过师娘，如果我以后娶媳妇儿了，她就得把这个戴上。请你把它戴上。郑处，这个与任务无关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郑处长刚才说了，只要出了这个门，你就是我的妻子。丽丽，把它戴上吧。 廖月君，我是你老婆，我是你丈夫，别怕，不怕，有人吗？ 店里有人吗？我们是来住店的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店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店里有人吗？二位别叫了。 本店打烊了，请回吧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听说您在找东西，我们俩刚从姥姥家来，正好把东西给您带来了。您看是不是这个？
姥姥贵姓？草丛藏将军，本是一家人。我姓廖，当家的姓包。冬天风雪大，在哪个洞子猫着呢？宁州第二机械厂。二位曾经高居何处？国防部二厅，直属别动队。哦，是正厅长留下的种子。报告飞龙，廖月军前来报道。报告飞龙，包卫明前来报道。给你们留了五天的时间，为什么最后一天才到？朋友和工厂那里总得有点交代，不然太突然，怕他们起了疑心。好像缺点见面礼吧？我给您预备了。他每天都这样吗？不是每天，是每顿饭。糖尿病就这样。不好意思。来，为你们接风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叫我陈老板，尔东陈，陈江年。好的，陈老板。这次组织上唤醒你们，就是为了重建宁州的联络点。我这瑞祥旅店两天前就把伙计全都辞退了，怕他们碍眼，所以从明天起，廖月军，你就是收账的。包伟明，你就是服务员。服务员需要做什么？笨蛋，服务员就是打扫卫生、整理房间呀！别打岔，听陈老板说。你们知道701吗？我知道51、61、71、81，还有11。这701是什么节日啊？701不是节日。你们潜伏了这么久，连秘密单位701都不知道。嗨，陈老板，我在工会都给人家倒了7年茶水了。早就离特勤工作108000里，孤陋寡闻的很。他就更不用说了，只会在车间当车工。你要是问我宁州哪个菜市场土豆最便宜，我倒是可以告诉你。也是，701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，这个组织无所不能。前不久，组织在宁州的联络点被一锅端了，就是他们干的。这么厉害，那这个701到底在哪儿啊？
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去喝。